炸弹来炸熊啊！一时都好炸大炸。
到你的性命不对了。哎，你们跟家台湾家熟悉了，哎，家老爹，在过台湾习俗，跟台提拔跟我家熟悉。哎，你不管啦，有人讲你就用办法啦。哎，你来啊！家台来家熟啊！哦，安尼讲，你讲诶，哎，我家台上吊啊！你得我不是这样，你大概不参加。用那个牛皮膏药，牛皮的牛皮抹中药啊！一打落去啊！是，你要打落去啊！马上就要建功啊！马上给你做工啦！哦，做咩嘅？平常时啊，哎，做生意时节啦，我按工人都该收，这金门人用白按工人都该收啊。当了爱干三妹，我哋很不难呀。这金门人爱做好老板，这菜场爱遇到好，好老年谈客，不谈女婿，爱讲到好老板，三落去，你谈得是你真嘅好收啊。哦哦，你听得有冇？听啦。好，咋个来？咋个来？还有听你做，戴你坤，头痛药坤，头痛药坤，那年头痛发烧，有些人头痛气烧，哎呀，烧到会怕你啦，哎呀，烧到会怕哪个？你得唔是讲，你大家唔同家，用哪个头痛药坤？用一头痛药坤。一年吃三拜，三更吃一拜，四点钟吃一拜，一点钟吃四拜哦。吃落去啊，包你就会无事啊。哎，吃落去包你的死哦。来讲你文句啊。哦，做乜嘅？听你讲唔错啊。唔可以啊，我用用听讲唔错。咁用板金来就见到你嘅事啦。哎呦，咁。你讲的是很安的，跟你讲好了法，你要谈得是，哎，谈到会高音的啊，你故事就会笑啊。好，听没有嘛，观众朋友，听嘛。没有。好，跟你的好了法讲到暗号啊。暗示。哦，好，再过来。再过来。还有第三种。第三款。牙痛药水。加盐药水。那年牙痛痛到肺，啊，骨髓唔得个呢。有些人夜宵开，规夜唔困的人啊。你得唔是讲？你大家唔同惊哦。拿到烧烧的棉花，配着臭臭的棉花啊。到烧烧的药水。哦，臭红药水也倒落去哦。咬牙孔，切牙孔。望牙孔，切牙孔啊！有坑踢坑，无坑踢一世人，牙齿坑啊！嘿，露台里面一四百个人呢？哎，你讲一年一四百几个人好？哎呦，看来个药水的人啊，该该出无事啊！有贵个有几个人，无一个无死的哦！露台出来。哎，一小桶小底水，老板。两三来。两三来呀。两三来就会来呀。哦，两三来就是伊呀。老太待在中立福林街。伊讲小弟住伫中立福林街。你门牌号码53574号。哦，伊讲门牌号码是83845号。你得有事情要请啊！你到底唔加谢公会来请你啊？唔问你特别的偷工，免得你知道咧。问你隔壁的挂彩店要怎样？乜嘢？唔系挂彩店，佮发彩店来谈的是，来讲系偷工免得。偷工免得，嘿呀！偷工免得做挂彩店啊？有冇错啊？唔错唔错，啊唔系。来是不是来这么多口音不错不是啊白皮皮的这条线来红萝卜是太弱太弱说的你反错也不错的啊青菜公公的啊你买了公公哎呦呀你买了我也不了我也是的没关系啊
是好紧流开啦，加加来照啦，来照啦。哎，我继续吧，无限真袂了嘿。哈，我跟你讲啦，系我朋友，是的啦，为什么加加来照，来照？讲定了吗？